本起事故造成周男轻微擦伤，并无大碍。经检测，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。详细肇事原因，警方正积极调查厘清当中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